漕兵下江南是中古时期以扬州为中心的国际城市，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江淮社会的末日。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涉及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历史漩涡的巨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不是仅仅是南唐内和北宋之间的事情。首先是契丹人对燕云的征服，使得内亚路线决定性的移向了东北亚，使得由宋人继承的沙陀殖民政权在东亚的统治陷入孤立状态，他们从此就远离了最主要的内亚交通线。因此鲜卑人的唐帝国统治时期，扬州能够西接内亚，东接东南亚的基本条件从此就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这是南唐自身的问题。南唐自己变成了南唐，实际上是注定了自己毁灭的命运。如果南唐是吴，吴和南唐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差异，他们的意义就像是台湾和中华民国的差异一样。如果南唐是吴，那么他继承是东吴的政权，东吴和中国是对立的。江表和中国是两个对立概念，长江以北才是中国，长江以南就是江表和就是东吴，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如果是南唐的话，它就有一个北唐，北唐当然就是长安的鲜卑人的唐朝廷。因此南京的朝廷需要光复大唐，也就是反攻大陆，北伐中原。反过来，如果他没有办法反攻大陆，北伐中原，不能消灭像北宋这样的叛逆政权，他自身就必然被北宋所消灭，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拜占庭政权了。拜占庭政权必须打回罗马去，打不回罗马去，他就注定被消灭。南京政权虽然比起扬州政权来说地大人多，但实际上却上了一条危险的贼船，他陷入了今天所谓的一个中国的迷失之内。他要么消灭北宋复辟唐朝，或者是消灭其他中原政权复辟唐朝，要么呢就被北宋所消灭。同样后梁可以容忍南吴政权的存在，而北宋或者北周是不能容忍南唐政权的存在的，因为吴政权只是一个偏安政权，它跟中原是没有关系的，而南唐政权的合法性自身就要求消灭北宋朝廷或者是北周朝廷，这两者是势不两立的关系。所以南京政权的成立和他继承李唐华统这件事情就注定了他要么北伐中原成功，要么被消灭。既然北伐不能成功，那么他作为偏安政权就只能被消灭了。当然在这背后是燕云十六州割让，同时明州港开辟以后，内亚贸易的核心移到了满洲一线，东南亚贸易的核心移到了吴越，夹在中间的南唐就变成两头不是人了。扬州的财富，过去中古时代数百年积累下的财富渐渐消失，进入一个吃老本的阶段。吃老本的初期它看上去还是非常富裕的，但是在这时候文化上的颓势就已经显示出来。这个颓势就主要体现于汉化，汉化被很多人说成是进步的体现，实际上恰好相反。几乎因为东亚在人类文明区域上，第一它是一个低地，相当于西亚的高地，它是一个技术和组织的被输入区、被殖民区；第二它是个边缘期，相当于西亚和欧洲的核心区而言，它是一个被，也是一个被输入和被殖民区。所以直截了当说，上海在什么时候强大的繁荣呢？就是上海满街都是洋人的时候。等到洋人消失了，或者是洋人被没有消失的少数洋人被同化了，上海就不行了。上海跟苏州或者是跟南京就没有任何区别了。香港什么时候繁荣而强大呢？就是照粤人说法，满街都是鬼佬，鬼比人多。鬼佬这个词按说是很有种族歧视的嫌疑，但是粤人好像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这么说。像南丫岛那样的旅游胜地，最近这几十年变化就非常惊人。几十年以前，甚至是十几年前，就是所谓的鬼比人多，说白就是白种人比黄种人还要多。现在呢，就是鬼少人多，照当地人说法来说，就是白人已经很少了。大陆客、东南亚客填补了一部分，但是总之，这就是香港衰微的一个证据。
扬州在其繁荣昌盛时代是遍布了波斯和西亚的商人的，像康家、米家这些，在当时都是上海的哈同这一类人，张明招出的外国人。然后在南唐后期以后，他们消失了。南唐早期还有一些残存的沙陀人和内亚人的将领，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从内亚招聘来的将领，直到最后南唐快要灭亡的时候，真正能打的还是这些内亚雇佣兵统领，但是商人已经渐渐找不到了，最后这些雇佣兵统领也渐渐的被本地的不太能打的费拉兵取代了，这是南唐整体性的衰微。像宋代有一位著名画家，跟苏东坡齐名的画家，他就姓米。我们要注意，米这个姓在唐代，更不要说是在北朝了，肯定就是波斯人，他必定就是外伊朗、伊朗人或者外伊朗人的后代，弄不好还有很重的白人血统。但是等到宋代的时候，他跟苏东坡交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了，是文人画的代表。他的祖先在唐代或者是五代初期，如果还会画画的话，肯定也不是画文人画，肯定是画宋徽宗和李世勋喜欢那种金碧辉煌的，用什么巴达克山染料或者是昂贵的内亚材料之类的写实画。写实画变成写意画，首先是材料的退化了，就像是协和医院变成了屠妞妞一样。协和医院是什么呢？是洋鬼子传教士的医院，用的都是西洋药品。屠妞妞呢，他只有用毛泽东思想去试炼无数种中草药，好不容易中草药当中找出一种能够治疟疾药的，那就逼格就不是一道理剂了。文人画就是水墨画，水墨画特点就是什么？它只需要用墨就行了，墨是很便宜的了，本地就可以产。而写实画的，像李世勋那种金碧辉煌的画，在唐朝是非常流行的画。那是要用全世界各地西亚来的各种昂贵的进口颜料，像协和医院的青霉素一样贵。为什么从便宜的材料变成赤脚医生材料？当然就是因为内亚交通线断绝了。等到宋代的时候，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已经只能用便宜的土材料，就好像屠呦呦那个时代，普通的医生也只能用中草药了。但是宋徽宗和毛泽东一样，他可以，他是皇帝啊，皇帝老百姓再穷，士大夫再闭塞，皇帝总可以发高价到和田去进口一些玉石和颜料的。所以北宋全国就只有宋徽宗他老人家能够自由自在的像唐代的普通士大夫一样用昂贵的内亚颜料。像米家这种，照现在法说，祖先是哈尔滨的犹太人，或者是澳门的葡萄牙混血儿，本来是应该是统战对象的，但是几代人下来，统战价值消失了，也就变成普通士大夫了，也只有能够乖乖的用可怜巴巴的用士大夫的普通水墨颜料了。材料不足怎么办呢？就只有用树脂来凑，树脂、心理树脂、艺术树脂。水墨画本身材料是很便宜的，也画不出什么彩来。先天的限制你境界，所以你要讲境界的话，那你就只有讲究你的私人的意境，意境是不用花钱的，主要靠你的开脑洞，通过意境来标榜自己的逼格，是普通文人都能够做到的，这就不再需要材料技法上有什么进步了。事实上宋代南中兴起，北中退化，材料技法是不断退化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瓦房殿化，跟殷商青铜器到西周东周不断退化是一个道理。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内亚交通线的断绝。当然米家是一个伊朗大族，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支，扬州不仅仅是在扬州，但是扬州的米家是人口非常多的，像《太平广记》这里的小说就是描绘过什么米三娘之类的、米家的小姑娘之类的故事，他们渐渐的就被同化了。被同化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祖先的生命之根切断了联系，然后他们就变成李卓吾这样的人了。李卓吾是谁呢？他的祖先是阿拉伯商人，在沿海一带做买卖，有自己的像工部局一样的租界地。然后蒙古人来的时候，他就叛宋降元，很威风一阵子。明太祖把他们的出路搞锁国政策的时候，把他们出路给搞绝了。他们也只有再也做不成生意，发不成财了，所以就只有像普通的读书人一样当士大夫。于是就产生了李卓吾这种人。
你单看他的名字，你不知道他的祖先其实是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这就是一个瓦房殿化和退化。汉化人种文化意义上的汉化和技术意义上的瓦房殿化是同步展开的。扬州本来是国际化城市，洋人对于中古时代化，洋人就是波斯人和印度人，就像是近代的洋人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洋人比本地人还要多。后来南唐归宋以后，虽然还有富裕的残余还没有消失，就像是今天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虽然已经切断了英国人那条生命的根，但是他因为有英国人建设了那么多年的根基，上海还是比南京苏州要稍微富裕一点，但是已经进入吃老本的阶段了。他最精华的那批人，什么犹太钢琴家呀什么的，那些人早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人像张爱玲他们家留在上海的人就渐渐被同化了，渐渐变成普通的小市民了，渐渐变得跟苏州人常州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再过几十年他也就是苏州和常州，苏州和常州再过几百年如果帝国不解体的话，他也就是驻马店那个德行。驻马店在孔子时代也是当时的上海哦，整个发展脉络就是一个生态性的退化。宋人灭南唐取扬州，破坏还不算大，我们要注意破坏大不大就取决本地的生态。如果你本地的政治生态发达的话，你就比较有容易有较高的统战地位，破坏就比较小，像清兵下江南一样。但是如果你本地的政治生态不发达，你统战价值不高的话，就很容易搞破，有很大的破坏。当时是中古时代魏源，波斯人内亚人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退，所以宋兵下江南的时候，曹兵下江南的时候破坏还不太大。因此宋人曹兵在江南所谓秋毫无患，宫廷的财富一概捆在北，传为美谈。归根结底是因为南唐还有洋吴和中古时代淮南节度使的遗产，但是切断自己生命线以后，也就进入一个上海被解放的状态，慢慢的消耗了。宋代的海上贸易，东南亚贸易当然是在明州吴越的地区，内亚贸易已经移到辽国金国去了，完全没混了。扬州所依赖的仅仅是淮南的肥沃土地而已，而且这个肥沃土地由于大运河的经过注定也不会长久，因为大运河一旦经过就是江南的粮草和物资要运到汴京去，那么汴京是重要的，江南是重要的，中间经过这一段，无论是淮南还是河南山东那一带，本地的生产都要为运粮河上的粮船让步，粮船关系到文武百官，用宋太祖的话来说就是禁军百万之众，本根在此，汴京城有上百万的大军都要吃坏啊。所以他尽管很想像汉唐那样迁都关中，省军费而宽裕民生，但是做不到的。首都有这么多文武百官要吃饭，而文武百官需要有一个水利交通方便、江南的粮船容易到的地方，这个地方只能是汴京。后来蒙古人来了以后，山东高地运河开凿，汴京就荒废掉了，河南沦为方土。但是对于扬州和淮南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运粮河向西通向汴京，还是向北通向大都，淮南都是一个被牺牲的地方。淮南本地的农业生产本来不算坏，但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运粮河让路，最后就越搞越坏。最后为了给运粮河增加水量，还要引防河注入淮河，于是淮南的生态迅速恶化。洪泽湖在中古以前是根本没有的，洪泽湖就是洪水湖，它是黄河夺淮入海支持运粮河的产物，然而没有黄河的水支持的话，运粮河也到不了大北荒，这样一来整个淮南就变成了黄淮区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过去被认为是山东河南特征，那些梁山伯好汉山东出翔嘛，这些特征也随着黄河夺淮入海、运粮河的不断破坏而移到了淮南。宋金之交，山东的所谓什么洪卧军、李全这些人渐渐把他们的势力深入到淮南，这本身就是淮南政治生态恶化的体现。淮左名都扬州家处，谢安稍著出城，纵春风十里尽荞麦荆青，自胡马溃江过后，废弛乔木犹厌严冰。这是南宋诗人眼里面看到的扬州城的一片凄凉。
但是这个凄凉并不是仅仅像他们想象的，是因为一度的兵荒马乱。扬州并不缺少战争，中古时代和以前扬州从来都有战争的，繁盛时代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充满了战争的。但只要贸易路线从这里经过，战争的破坏是暂时的。波斯商人、东南亚商人、阿拉伯商人会带着财富云集到这里来，只要路线通畅的话，钱总会回来。最怕就是商路断绝，靠吃老本过日子，那么一次战争或者是流民掳掠以后造成破坏，你就再也恢复不过来了。金钱重要的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流量在存量损失了以后很容易回来，流量没有了，存量坐吃山空，很快你就不行了。到南宋时代的扬州和淮南也就已经不行了。然后蒙古人征服以后，运粮河通向山东，淮南镇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宋人灭南唐，蒙古灭宋的时候，江淮受到破坏还很小，这只吃老本的结果，但是老本已经是越吃越少了。元灭明兴的时候，江淮就跟中原没有任何区别了，江淮完全的驻马店化了。刘复通、朱元璋的部队在淮西纵横，公开的吃人。安丰被围的时候，城里面的士兵吃光了城里面老弱病残，把坟墓里面的死人都挖出来榨油，榨出来的人油用井底的泥和成丸子，榨成人油丸子卖。红巾军的太保刘太保一路吃人，以人为粮。毛贵在山东一路吃人。这一系列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当然是宋金以来淮南荒废已久，以至于连像样的保境安民的土豪都产生不出来结果。我们要注意稍微早一点，宋金交战、宋元交战的时候，就是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那些小说发背景年代，淮西还有很多土豪，所以淮西自治使赵奎还警告他的士兵，土豪是淮西的生命线，是他们抵抗了蒙古人，你们不要去迫害土豪啊，土豪没有了，淮西就守不住了。这说明当时的土豪还能够维持住，正是因为这些土豪还存在，所以蒙古兵下江南，淮东西被蒙古人攻占的时候破坏还比较少。然后蒙古人安插了一些高加索的卫戍军，像后来满清八旗那样安插在当中，淮南还不算是格外残破。但是等到朱元璋他们起兵的时候，除了邪教组织还有点组织力以外，前前后后都是很无产阶级的。在朱元璋那个时代，两淮还有组织力的人就是蒙古人留下一些高加索人、苗人，这些相当于土司藩镇的人嘛。在他们以外剩下的土豪最高级就是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这种人，郭子兴、赵军用这种人，他们能够在红巾邪教团伙当中分一个差事就已经不错了。大部分人就像朱元璋本人一样赤裸裸的无产阶级，什么都干出来，吃人也不在乎找事。这几百年来，由南唐到宋金元直到明这段时间发生的变化，很明显就是社会生态全面衰退的结果，最终出现了明代小说《水浒传》《西游记》这种场面。现在的读者一般是通过电视剧的了解《西游》《水浒》，以为它是伟大的文学名著。电视时代以前的读者，其实至少是儿童不会喜欢这样说，因为里面充满了吃人的故事。孙悟空呢，一路跟各路妖怪作战，唐僧经常被妖怪绑去，经常在妖怪的洞穴里面看见妖怪吃人，吃活人，几十个几百个的活人一起吃的状态。而《水浒传》里面动不动是把牛子就是活人绑起来，把他的心肝挖出来下酒。宋江 N 多次被山寨上的强人绑去，眼看就要被做成人肉包子，或者是心肝挖出来下酒了，幸亏武松或者是他什么人赶紧跑来救他，然后山寨上强盗才发现他是大名鼎鼎的及时雨宋公明，看来是不能吃的。但是如果他不是及时雨宋公明，而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普通旅客的话，那显然就要被活吃人肉的。这些水浒西游成书的年代都是元明之际或者是明朝中叶，他们反映就是明朝这个吃人帝国真实的社会生态。
江淮的社会生态也是在明朝时代发展到最严重的时期，而明朝也正是防患区扩大的最厉害，淮西淮东，宋代还跟中原有点区别，淮西淮东在明代完全被看成是中原一部分了。在宋金元时代，淮南跟中原还有区别，而明朝就是只说是江南江北，也就是江北江淮所在的江北跟中原是没啥区别的。朱元璋消灭红巾以后，对社会生态做了进一步的迫害，他对土豪性比较强、地主阶级性质比较强张士诚政权进行了破坏性的摧毁以后，把苏州的有钱人通通打散了以后，强行迁移到他的老家淮西，当时号称洪武改善，在民间传说中间就变成洪英吃人和洪冲吃人，在江淮的民间传说当中就变成这样。过去有一段很可怕的历史啊，红苍蝇会吃人呀，我们的祖先被红苍蝇吃的是十室九空呀，被他们吃完了以后，剩下的少数残民才在海州凤阳一带重新繁殖起来。其实红蝇吃什么，就是洪武改善。同样河北一带的残民也有红虫子吃人的传说，这些传说怎么来的？朱元璋的部队出自红巾军的系统，红巾军是侯果头巾的部队，在那些被他们吃掉的良民顺民看来，侯果红巾的吃人肉的部队、吃响肉的部队、把人放在铁架子上烤的部队，常遇春朱元璋的部队，就是可怕的红苍蝇或者红虫子，把整个土地上的森林都灭绝了。比较高的阶级有洪武改善这样的记录，洪武改善记录跟红苍蝇吃人、红虫子吃人的可怕的神话传说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原和江淮整个明代的可怖记忆。显然包括但不限于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是一些吃人部队的最后一波，在他以前刘福通和其他人的部队已经吃过很多了。等朱元璋把苏州的富人赶到强制流放到江淮的时候，这片土地已经是基本上空了。之所以要把明史记载要把多达140,000户的苏州人流放到这里，当然是因为是江淮已经是一个有土地没有人烟的地方，他的土地需要重新开垦，而朱元璋呢需要在苏州镇压张士诚的残余势力，把那些有点势力的地主豪绅通通赶出来，是消灭他们政治势力的一个捷径，同时正好又把江淮地带的空地重新开垦出来，于是他就用这种方式重新充实了江淮的人力。当然这些江淮的人力，第一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第二呢他们除了种地也不敢干别的事，也不能干别的什么事情，在苏州原先哪怕是士大夫阶级积累下来的政治资产和文化资产，经过这一番折腾以后，也是所剩无几的。同时，朱元璋还把在南京和北京之外，在他的老家凤阳设立了中都。设立中都的结果就是，中都要额外的设向凤阳提督马士英这一支兵马，还要设中都跟北都、南都相对是一套编制，他们都是防虫啊，文武百官都是要吃粮的呀。江淮的资源本来在失去国际贸易以后本来已经没有多少，江淮的粮食盘子就只有那么大，不可能像江南粮食那么多，经过这么一吃就更恢复不过来了。结果明末江淮的生态远不如清末，清末能够出李鸿章和淮军，明末就什么都出不了。清末太平军捻军打过来的时候，本地的地主豪绅能够出李鸿章这样的人，就说明土豪已经在满洲帝国统治下已经有一定的修养生息了。而明朝跟清朝实在是差不多的，同样是300年江山，而明朝末年张献忠13家各种流寇武装横扫凤阳，把房林烧了一路扫过来的时候，江淮80%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相反正在清末，江淮、福湘、巴蜀、赣南各地都有抵抗力，明末可以说是除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吴越、海上贸易海盗团体控制的闽南和土豪势力极其强大的南越、土司势力极其强大的滇黔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抵抗力。中原、巴蜀、两湖、
都给搞成了江淮，当然也有江淮，都给搞成了近似无人区的状态。这就说明当地在明末实际上是只有穷家小户和官吏，产生不出什么像样的土豪势力。而明朝的统治比清朝要苛刻得多，也不允许强大的土豪势力产生。结果等到流寇横行的时候，这些地方轻而易举都被扫掉了，产生不出他们的曾国藩。同一个湖南在清朝有曾国藩，在明朝就产生不出来。相反，明朝最后的巡抚何成蛟还必须跟刘寇合作，导致湖南民死亡过半。李鸿章，清朝能够产生出李鸿章的江淮，在明朝也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局面。直到清兵下江南，江淮四镇都是刘寇的残余，把江淮四镇横扫一空，然后把运粮河重新整顿一下，使扬州的盐商在内河贸，至少在内河贸易这个小盘子能够重新繁荣下来。经过了100多年，到乾隆嘉庆年间，扬州的盐商才算是有点恢复。当然，清朝的乾隆时代下江南的时候，看起扬州的盐商是远远不如中古时代那些波斯商人的，他们能够经营的仅仅是内河贸易。依靠淮盐，把淮盐卖到湖北、安徽一带的口岸去维持，他们的地位也就是跟四川那些盐商差不多而已，是靠官府的特权过日子的，自身玩也是玩不动国际贸易的。国际贸易当时已经移到澳门、长崎去了，不要说是江淮再也没有机会，就连吴越也进入衰敝阶段。但是满洲人至少有一个好，他们有部落贵族的底子。他们对基层的管制比较松，他们至少能够允许地主阶级积累自己的财富，慢慢形成土豪势力。因此，经过清朝200年的休养生息，等到太平军捻军打过来的时候，各地的土豪至少能够拥兵自保，产生出李鸿章这样的有高级文化，而且能够为清朝信任的土豪。我们要注意，如果是在明朝杨嗣昌那个时代，像李鸿章这种人是不会得到信任，他会很快被消灭掉。而清朝能够信任李鸿章，本身也是自内亚贵族比起流氓无产者的诸民政权更加宽容的一个证据。当然，李鸿章能够重新崛起，保护江淮的生态，主要还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缘故。没有帝国主义，湘军淮军就算能够起来，日子也不会好过。湘军淮军之所以能够起来，是因为英国人文翰爵士开通了扬子江贸易，不仅把用英国人的枪炮，把英国人的枪炮卖给湘军和淮军，使他们能够抵得住，而且更重要的是用英国人的海关财富，汉口关这样的海关财富分润湘军淮军，使他们能够用西洋贸易的钱来购买西洋武器，使他们的土豪资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变得非常强大，以至于足以能够不仅镇压太平军，而且能够在生根零星败亡、满洲贵族和蒙古贵族顶不住以后，能够形成自身的割据势力，形成推行近代化的大军阀势力。这些大军阀势力是辛亥以后那些军阀的前身，没有他们就没有辛亥以后那些诸夏军阀，就像没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父王穆罕默德阿里，就不会有后来今天埃及塞西尔将军这些埃及军阀一样。埃及作为民族国家，是奥斯曼帝国各路军阀的产物，诸夏包括江淮尼亚的各路军阀、扶桑尼亚的各路军阀，归根结底都是英帝国主义庇护之下，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最初一批军阀惨淡经营的结果。比如说李鸿章，他在江淮并不是单打独斗的，他有一位爱将叫刘敏传，刘敏传跟他出身一样，也是本地的大地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自然而然就开始筑起像中古时代乌堡这样的土要塞。他自己后来官做大了，变成巡抚了，到各地去做官，也有离开了本地的，但是他的族人还是继承他的城堡，像封建城堡一样的东西。他有一位族叔叫做刘子务，刘子务的后裔叫刘培盆，子孙好几代人都留在刘敏传的老家江淮保景安民，变成了当地的豪绅领袖。刘子务曾经得意洋洋说，上海有租界，我们有租界，你们吴越人跑到上海去，无非是英国人能保你平安，而我们呢，我们在本地，我的城堡、我的寨堡就是我们本地的英租界，
跟上海的英租界相比一点也不差。谁到我的租界来接受我的保护，像是五月商人地主跑到上海去向英国人纳税一样，向我纳税，我也能保护他，我一点也不比英国人差。然后他的子孙刘培盆一直活到了共产国际的时代，他率领他的军队跟率领他的乡兵跟弹雨马费米和其他的土豪一起合作，跟红军打了很多硬仗，把张国焘的红军打跑了，成功的阻止了张国焘的苏区从大越过大别山向江淮扩张，维护了江淮地区治安。这就是淮军留下的遗德，淮军留下的基层社会就是这些土豪武装，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刘铭传这样的新军，博文蔚这样的新军，淮上军。正是博文蔚的安庆新军和淮上军在满洲帝国的末年发动了辛亥革命，在安庆成立了江淮的军政府。江淮的军政府主要是依靠日本武器支持的，博文蔚在兵败以后被袁世凯打败以后也是坐着日本轮船逃走的。辛亥以后的江淮本质上讲是日本泛亚主义者领导的企图反对袁世凯复辟中国主义的一个势力，他跟扬子江沿岸的诸夏各邦的势力是形成了联盟的，但是他所代表的本身是李鸿章所开辟的江淮生态的最高一级。他这个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像刘子悟、刘培盆这样的基层的势力不出本县的小土豪所支持，他这个安庆的大土豪大军阀也会站不住脚。博文蔚虽然兵败，但是接替他的李世充，接替他打败淮上军的李世充本身也是淮西的土豪。他跟博文蔚之间的区别只是党派的区别，一个是激进派，一个是保守派而已。段祺瑞、吴佩孚都拿江淮本身的军阀没有办法，无论你在本地实行政治是激进还是保守，但你在本地的军阀势力，像埃及的阿尔巴尼亚军阀、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军阀一样，是根深蒂固的。这些军阀可以跟英国人和日本人谈条件、搞贸易，用贸易得来的财富进口先进武器，维持本地的军阀生态。在奥斯曼帝国衰退的过程当中，最终埃及军阀、叙利亚军阀就各自建国了，变成了今天埃及王国。1922年埃及王国和纳赛尔的埃及的前身，本身就是军阀要练新军，而新军培养出来的新军官接受了法国先进思想以后，回来以后就变成纳赛尔、萨达特这样的自由军官组织，通过军官发动革命，驱逐了原先保守派军阀产生的王室，建立了激进派军阀主持的埃及共和国。近代埃及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诞生就是这样的。首先是奥斯曼帝国衰退以后，奥斯曼帝国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也就是穆罕默德阿里，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保护之下，雇佣英国和法国的教官搞起了自己的军阀生态，然后在本地的科普特土豪像布特罗斯加利的先辈一样，布特罗斯加利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就是李鸿章那个地位，因为他们祖上是科普特基督徒，所以跟西方人比较好的交道，所以就扮演了奥斯曼帝国的李鸿章，然后在本地变成了发财的地主资本家以后，变成了埃及军阀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个埃及王室的总理，在英国人保护之下签署苏伊士运河的条约，渐渐的在英国人保护之下把军阀政权变成了民族国家，这就是近代埃及的起源。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又是大清帝国和他的曾国藩、李鸿章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博文蔚在江淮利亚扮演的就是纳赛尔在埃及的角色，在旧军阀的生态已经接近成熟处，激进派军事亚克宾主义者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企图推行更激进的政治改革，于是就产生了泛亚主义者的杠铃之欲，他们失败以后政权又回到保守派手中，一直到蒋介石在苏联之下北伐。可以说如果苏联不介入的话，英日帝国主义庇护下的扬子江流域的各路军阀，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他们顶多合纵连横一下，今天组成武昌军政府王占元领导下来的八省联盟，明天又组成南京军政府孙传芳领导之下的五省联盟，就像是叙利亚军阀一会儿像倒向穆罕默德阿里领导的埃及军阀，一会儿又倒向库尔德人领导的北方军阀，罗马尼亚一会儿倒向俄国，一会儿倒向
德国，希腊人一会儿倒向英国，一会儿倒向俄国一样，但是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藩属，是差不多的做法。但是这种反反复复的折腾，并不改变本地的军阀生态和地主资本家控制的军阀政府这个基本生态，直到蒋介石在苏联武器和苏联卢布的支持下，得以打败孙传芳，不仅是打败孙传芳，而且也打败了无论是孙传芳、吴佩孚还是王占元都没办法破坏的江淮生态，把共产党的势力引进江淮，也共产党的势力也就是通，也就通过李克农这批人，通过蒋介石的北伐军，将苏联的间谍组织引进了安庆和合肥，但是。他们只能够控制蒋介石领导的省政府，并不能够控制各县的生态。蒋介石政府比起北洋时代的中国主义者来说，他的控制力更高一层。江淮土豪再也没有办法像博文蔚时代那样控制自己的安庆政府，控制长江要道，动不动就要今天独立，明天独立，今天拥护武昌军政府，明天拥护南京军政府了。但是他们在地方上，像余英时他们的家族仍然能够在这个时期仍然能够控制一线土豪，刘美传他们家属留下的人仍然能够控制一线土豪，他们的残存势力正在退化当中，正在溃退当中，但是实力仍然足以跟正在崛起的张国焘红军较量，暂时能够支撑几十年，一直到蒋介石发动了抗日战争，把日本人和桂军引进来，把新四军引进来，江淮变成了桂军、日本军队和新四军三方拉锯战的战场。原先还顶住一些土豪，像余英时他们的家族，在这个状态下都纷纷顶不住了，有的逃到上海，有的逃到香港，有的逃到北平，总之地方生态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土豪大地主退化为小地主，极少数偏远地区的或者是政治传统比较强的土豪，像刘子物、刘培培他们家，就是因为政治传统比较强，所以他们家虽然在四战之地还能够一直挺到1949年，大部分他们的邻居，在1935年以后就已经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他们也变成孤军奋战、孤党难民，最后在1949年。林彪、聂荣臻他们的军队大举南下的时候，他们终于也顶不住，他们的寨堡城堡最终在1949年、1950年最后一次战争中间，被南下的装备着苏联武器的解放军攻破。他们的灭亡是满洲帝国300年养士，也就是培养社会生态，以及大英帝国50年培养远东国际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产生出来那个博文蔚的江淮利亚的末日。可以说，从宋人开始搞小中华主义，到明人搞赤裸裸无产阶级专政，这几百年是一个江淮销毁和破坏波斯人、外伊朗人国际贸易遗产的时代，而满洲帝国的300年和大英帝国的50年又是一个重新积累，最终产生出了李鸿章、博文蔚这些新一代江淮土豪和江淮爱国者的时代。然后国民党的20年和共产党的60年又是一个中国主义重新崛起，将满洲帝国的遗产和大英帝国的遗产一点一点销毁殆尽的时期。1928年、1935年和1949年是江淮重新走上，从上升线重新走上下降线，所有的阶级都面临着阶级退化和生态退化的一个时代。结果1949年战争最终摧毁了残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留下的残民最终在1960年遭受了可怖的饥荒。1960年的饥荒在江淮又是特别严重的，这种侧面反映了江淮土改的残酷和共产党清洗江淮，按照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剿毁，把大别山、巢湖、打游击的残存的土豪势力彻底清理干净，然后只剩下毫无抵抗能力的贫下中农，然后你要粮要款，他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像李鸿章时代一样组织抵抗，像博文蔚时代一样闹独立了。因此他们被索取、被榨取的特别彻底，因此饿死的人特别多。江淮的社会生态在1960年以后面临着历史的最低点，比朱元璋时代还要惨。朱元璋时代至少不破坏你的家庭，只是把大地主都打掉了，但是小地主和普通农民的小家庭还允许存在，而共产党
在他们最疯狂的年代是片甲不留。而江淮的地缘形势又不好，在1978年以后，1972年外交革命以后，共产党接受了西方的援助，变成美国的外患。在1978年以后，共产党在基层退缩，允许你办些乡镇企业之类的，允许接触外国投资。他们又不像是苏州、上海那样能够接得到外接海运，能够接上西方国家的和港台的投资。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是远不如大清帝国的。大清帝国一到烟台条约，就把改革开放一直延伸到重庆，扬子江变成了国际水道。比如说，扬子江沿岸的各省，四川、湖北、安徽、江苏，全都变成了沿海省份。而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只开放从上海到深圳那些沿海省份，结果江淮在大清帝国的末年，在李鸿章时代等于是沿海省份，是赫德爵士和总税务司管辖的海关能够笼罩到的地方。而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很不幸仍然是内地省份，因此它恢复的很有限，仍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时代，远远达不到李鸿章和博文蔚时代的水准。而就是这样的可怜的30年，也至少苏州在江泽民时代的这十几年是吃饱了的，而安庆、合肥这根本就是仍然是跟过去一样穷困潦倒。而习近平又重新上台，重新开启了一批新一波打土豪的时代。如果说南粤和吴粤还在将来还可以依靠在江泽民时代形成一些 GTP 利益集团、西门庆集团，通过黑社会的方式还有点抵抗能力方面，那么江淮的未来是非常不乐观的。但是反过来说，江淮有一个好处，就是正因为他在江泽民时代没有形成 GTP 利益集团和官匪合一的黑社会利益集团，所以他本地的豪杰也不容易在再列宁化的过程中间受到控制。他们在江泽民时代根本身份跟白宝山时代一样，他们不是公安局庇护的乡镇的土豪企业家，而根本上就是被污蔑为犯罪分子，而且完全出在体制之外。但是公安局和地方专政机构也没有办法把他们通通消灭掉。因此他们在习近平时代新一代打土豪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损失比已经纳入体制的杭州公安或者杭州企业家要少得多。他们的地形又更复杂一些，大别山朝富的天险仍然存在。他们可以以在江泽民时代，因为他在江泽民时代吴越能够赚钱的人都去赚钱去了，而江淮根本赚不到钱，恐怕还是在朝富大别山里面搞自己的土豪生态啊，得到了犯罪集团、黑社会集团的名声，但是你却是一个被清理不掉黑社会集团。在将来叙利亚化、张献忠化的时代，也许你们这些躲在朝铺和大别山的很野蛮的土豪，会比在苏州和杭州坐以待毙、像沈万山一样坐以待毙的土豪更有生命力，也未可知。但是无论如何，你们面临的必然是比李鸿章时代、博文蔚时代残酷百倍、人肉可食的状态。因为现在最初的状态已经显示出来了，所谓的农村老人被遗弃，在被共产党土改打到儒家宗族以后，儒家的养老机老体系垮台。湖北、安徽两省是最出名的老年人被遗弃，城里面打工的农民工儿子不能回来，你们只能起立于损儿子、药儿子和水儿子，也就是说你们只能够上吊自杀、投水自杀、喝农药自杀。最严重的地方就是湖北、安徽两省，这就充分预示了你们将来的未来不会好。你们将来的未来只能在这样野蛮的张献忠化的生态之中，寄希望于你们跟黑社会没有太大区别，在西方国家看来肯定跟犯罪组织没有任何区别，不值得援助的这些可怜的土豪了。但是就是这些，不，他们甚至不能称为土豪，土豪要像李鸿章、博文蔚那种称，刘铭传那种才称为土豪，你们只能称之为豪杰。豪杰劫者劫胄之劫，你们平时要生存下去，行为都是如同劫胄的，不能指望比较体面的四方资产阶级的援助。但是你们这些豪杰至少可以保证在张献忠来的时候，本地的人口或者不至于完全灭绝，还能够剩下一些残存的乌堡势力、寨子、海朝夫水道、大别山山贼之类的势力，能够为本地保留一些人口的种子，能够把米家、康家、古代波斯人、伊朗人留下来的文明的种子，
能够把姜国、房国上古时代、孔子时代留下一些文明的种子，稍微留下一点点，在将来的洪水退去以后，诸夏各民族重新建国的时候，能够稍微留下一点基础。如果指望西方和日本来的海上援助的话，那么远离扬子江一线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没有指望的。这就是你们即将面临的未来，无论这个未来多么惨淡，能够及早准备总比不做准备要好一点。所以现在就是该准备狼牙棒，该准备土枪，该准备钢管之类的武器，为将来的叙利亚化的惨淡经营做准备的时代了。谢谢。今天就是江淮的最后一讲。